显一点，对，这正好长一点。这个写咋整？可以不？还行。整体效果还是可以，就袜子有点长。啊？只有4厘啊？对。那没办法了。这儿版型很多，都可以看几张。突然觉得陪男孩子逛街也好累呀。今天我不考虑买，我问我买不买，我说我不想买，改天买。现在我们已经买好衣服了啊，花了我800多，这次还挺好看的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啊。对喽，下次可以带你买衣服喽。要得，我们两个都是互相的噶。来，强哥，我们两个合个影，快点。耶，挺好看的。走，让我回去了。强哥好累哟，现在陪你逛街真的是太累了。没得事，你自己好。七哥是大三，我要吃烤肉。走嘛。啊，拜拜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拜拜。